那是他必须要对面前，而且拜阿爸的。天父，我的上帝，感谢来到伫你的面前，我真有感谢，因为有罪的人，太多会当听着你的囝。感谢你为了疼阮，我有父母；你为了培养阮，我有一个安全的社会甲国家；你为了培养阮每一个生命，我有圣经。为了阮知你伫上帝面前每一个生命是遐尼要紧，互阮有十字架，互阮对罪中间、对自私自利的中间受讨伐。旧的我已经伫耶稣基督的名拍破，啊！伫去主的内面拢真侪新创造的。这个新创造的生命，是咧关心家己，是咧关心上帝世界甲做物。感谢主的恩典，今日是我永福教会。彼此关心，互相疼痛，彼此洗脚，阮谦卑学习的日，愿主上帝通过今仔日对阮讲话感化温暖阮，因为有教会实在是真水。阮伫常常伫圣经内受提醒，阮就怎样做一个有路用的人。阮疼人嘛，互人疼，这个疼是怎样，都要一直不断地、直咧轮流。上帝，我感谢父母疼阮，我嘛都爱来疼阮的囝，嘛搁倒转来都爱疼阮的父母甲身边的人。阮每一个社会、新社会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囝子。主啊，愿你找阮，亲像你找摩西一般，感恩祈祷，靠主圣名。耶稣甲你讲，连天顶的七鸟啊，伊拢关心。耶稣甲你讲，连你的头毛的一枝，伊拢算了。那安尼，每一个生命，伊对头到尾关心得地。伫上帝面前，上帝关心每一位。由于这个是水无比、水无比的信仰的宣告。那是上帝关心你，害到这世间的人会当侮辱你、看轻你。基督的教会是设立伫各所在，就是咧领受这个信息，然后伫咧固守这个信息的完整性，无受任何的势力。无予这世间的歹受拍破，上帝的世界水无比。有一日，一个退休的老教授，伊的太太退休了，怎啊搬去伫一个较偏远的山区，想讲遐较安静，啊，常常会当早暗散步。啊，事实因为过着一个真平静、真水、家己所爱的退休的生活，总是有一日太太过身去了。太太过身了后，这个老教授，伊一段时间了后，开始做一个动作，伊拢对图书馆借的一挂册开始用，然后台语的一挂册开始送人。然后厝内一挂物件，伊开始做一挂整理，然后这个代志拢处理了。伊有一日出咧伫外面，然后一条绳啊挂伫遐，椅啊摆好，准备要做一个结束家己的生命动作。因为退休了后，剩一个老伴通斗阵，因为退休了后搬去一个较清净的所在，所以离开家己的亲人朋友嘛较遥远淡薄。但老伴已经无去了，所以家己一个真孤独。因为伊是一个老教授，所以家己的教育真好，所以这囝有去欧洲的，有嫁去美国的。那在前走路走路远，伊真孤独，所以伊这陪伴好势了后，伊就爬起伫迄个椅仔顶，
徛踮迄个椅仔，准备迄个锁仔挂来。我伫即个时，伊听到内面的电话，滴滴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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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想讲都要结束啊，所以就无插。迄个电话亮真久了，佫挂断，挂断了不亮，挂断了不亮，滴滴铃，然后到尾想讲，啊无这是啥？所以伊就佫落来椅仔。行去客厅，行去电话，对方那边遐一句话讲：“爸爸，你好无？”头家收目屎滴滴落，你人伫倒？我伫纽约机场，准备要转来看你。我有甲公司请假十天，要转来陪你。查某囝倒转来，查某囝倒转来，甲伊讲话，陪伊开讲，写材料去看一寡老朋友，去看一寡亲情，然后安排啊，真两个白仔囝真水，真水的规一个斗阵。然后老爸甲伊讲，我即摆家己大，所以我有恐慌。暗时家己一个就无安全感，查某囝听到这个，伊开始加载有敏感性，就开始安排伊的时段，开始去看养老院，然后伫找一间一间伫找，找下到尾啊，讲一间因老爸能接受，就去伫遐，因为一通电话。敢若一通电话，会当救到一个人的命。伫国外也阁有一个真特别的故事。圣诞节，大家人来报佳音。伫咧报佳音的中间，你知影迄个伫美国冬天十二月，迄真冷，阁会落大雪。伫咧报佳音唱歌唱歌，然后有一个。拄好有一年，岁数真重，啊，迄个教会牧师讲卖啦，啊，今年岁数遮尔重卖啦。但是，即个牧师有一个细汉的囡仔，伊感觉，已经差不多一礼拜，教会边啊遐有一个阿伯，伊无看到啦。所以，即个小朋友过去甲即个阿伯有小可有往来，然后感觉，即个圣诞年。伊对伊有负担，一直着时间，佮佮将一个福音传单送到即个阿伯的面前。但是即个囡仔，因爸爸甲伊度遮尔寒，所以遮尔重，毋免啦。咱今年的即个国家因遮拢取消，而即个小朋友明年就是要去。后来嘛，伫呾嘛伫二点零，因个国家因无像咱遮尔繁杂杂。二零零，迄个内面拢无用。到最后，迄个阿伯搬出来开门。迄个开门了，迄个少年人甲伊讲：“上帝疼你，我嘛关心你。”迄个阿伯原来都好，还都有可能。我伫遮遮尼孤单，连我的子孙都拢无咧联络，无咧拍电话，还都有可能讲伫遮尼冷的圣诞暝，见到一个少年人，二零零，讲上帝疼你，我嘛疼你，伊才甲迄个小朋友救入去，添一杯小茶，互伊讲真多谢你。真多谢你做上帝的天使，而我真孤单，想要结束家己的生命，你竟然来传达上帝有在关心我，有在疼我。那位
十二年啊，这世间真侪时阵，有人伫咧对你讲，你是一个无路用的人，十二年啊。上帝却对你讲，别人不理你，我爱你。上帝对每一个生命讲，什么人侮辱你，就是什么人侮辱我。什么人损伤一个生命，欺负一个生命，就是欺负上帝的创造。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唔通看轻你家己。你除了是你家己以外，你内面有一个上帝。什么人看轻你，欺负你，伊毋是干那欺负你那尔，而是欺负你内面的迄个上帝。上帝的插手，因为上帝关心。你们讲阿面无？唔通忘记一项代志，爸母在疼咱，然后咱疼，咱受不在话受疼，了后咱出传。甲爸母搭伫遥远的所在，唔通袂记因的经年老，因为因的欠亏。你袂当有一百个理由讲，是嘞，爸母啊，我食无用，食无用。耶稣讲，你若得到全世界，却丧失你的性命；你若得到全世界，却丧失你对爸母兄弟姊妹的关心。因为这个上帝水水的，伊要甲咱救转来，伊要甲咱救转来到伊的面前。不管别人对你讲什么侮辱的话，对你不敬，无论伫婚姻、伫家庭、伫爸母的，有当时我要甲咱讲啥？伫人的一生的中间，受伤上大的拢是伫对亲的人来，受伤上大的拢是对倒位来，家己的亲人。家己上好的朋友，在你的一生的中间，对你造成上大受伤、伤害，拢是家己的好朋友，甲家己上亲的亲人。而且，上帝对你讲，别人无关心，我关心；别人无疼惜，我疼惜；别人无要保护你，我要保护你。包括保护每一个上细汉的小朋友，包括保护每一个上年老无助的人，所以唔通，甲你已经年老，疼咱的家庭，疼到无力气的人，互伊伫远远的所在过孤独的生活，那是不敬，那是不孝，那是侮辱、看轻。上帝手中的宝贝仔，这个圣经的水水的，圣经甲咱讲上帝关心。这个那敢那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最后宅，以色列人伫埃及最后宅，甲咱什么关系啊？甲上帝有什么关系啊？上帝讲，甲我有关系。因伫埃及的苦难，受敌国人的折磨、残害、苦刑，我拢看见啦，我拢听见啦，我要落去，我要救因出脱离埃及，我要带因到伫肥水、老林甲彼个迦南地，因为受苦楚的人的哀求声。上帝拢来找人去，咱教会有真侪医生，这医生就是上帝找予破病的人甲家庭的使者。咱教会有真侪关心教育、关心囡仔的人，咱教会有真侪团契伫咧关心周边的遮个，因为这个拢是上帝关心、上帝切盼。上帝讲，犹太人伫埃及所受的苦难，我看见啦，我听见啦，所以摩西，我要找你去 ，Let my people go。
Let my people go. 我的百姓伫死迄个所在受的苦楚，因的目屎流尽啦。因为基督徒，咱讲咱受这罪的光最严，你着去做世界的光，地上的盐，就是伫遐黑暗，伫遐惊吓，伫遐不安，你着去，带引出来，将光放伫黑暗的中间，互遐无够黑暗；将温暖传到伫惊吓的中间，互遐无够有惊吓。所以，生命会当伫即款的情甲关怀面对细汉、中年、壮年、退休、老年，拢伫即个上帝关心下面，多一个年龄在，上要紧，大家年龄在拢要紧。我有力的时，唔通干那留咧家己用；我有力的时，是要来辅助帮忙两者乱用。有一日伫我目睭前，有一日伫我目睭前，迄、那个两者乱用的人，是上帝咧考验我，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款的基督徒。所以，唔通忘记伫你目睭前的这个人，你若忽略伊，你怎无关心？无行动，迄、那个是上帝已经伫咧考验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1960年代，马丁路德·金 Jr. 牧师，30几岁一个少年人，黑人的牧师，当伊伫美国伫这个林肯面包里啊，林肯纪念馆徛伫遐。做一个演讲 ，I have a dream， 25万人拢徛伫遐咧听迄个 I have a dream 的演讲。伊讲有一日我梦，我做一个梦，梦中黑人伫美国的社会，黑人甲白人会当三甲斗阵。我的囡仔会当甲白人的囡仔斗阵食饭，斗阵耍。白人甲黑人会当共伫一个社区内面，三甲大共伫一个学校内面读册，共啉一个饮水机。因为迄个时代，黑人伫读个册，黑人伫大个社区，甲白人是隔离；黑人伫啉个饮水机，甲白人是隔离，逐项拢袂当斗阵。伊讲 I have a dream， 因为伫上帝所创造个面前，人人平等，无一个有关家，若有任何关家。上要奉上帝的名打破你的隔离，打破你的不义。所以隔离本身是一个歧视，关隔本身是一个歧视。I have a dream， 因为今仔在咱的社会内面，换一个隔离，咱会当用一堆的理由讲我无用，然后你的无用，甲咱甲咱应该有的责任隔离掉了。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所有团结的，咱是托，咱是一个上帝的使者，咱是来关心这群的人，因为这群的人交在咱的手，所以你着伫这个时候好调的年纪，加一寡关心，加一寡动工，咱在三角内，咱要打破所有的冷漠，冷漠本身是真可怕的代志。离开你个人，离开你个人，因为咱已经不是为了家己活，咱来为着一个身边的人活，为着一个为着较大的社会结构来活。你名字互人掠，甲你有关系无？因为基督徒即卖真侪教会的团的拢干呐一个人领洗礼，一个人得救，然后拢无咧关心社会，这个是上帝的世界。上帝关心这伊所创造每一个生命，咱要安怎样伫遮倒转来今仔日，咱讲咱是一个，咱是关怀，因为我教会关怀组织，对个人的关心，甲到伫社会社群的关心，妈祖开始咱这个家庭的出入，规个泡啊放到安尼。然后，咱的，叫咱家己也袂困的，咱的子孙拢袂困的，迄个甲咱有关系无？有关系。
所以基督的信仰不是单单的关心个人的灵魂的地球而已，一个地球的人，一个关心整体，愿上帝在我们中间。耶稣领受这个使命，伊就安尼宣告讲：主的灵领导我，因为已经选我，爱我们宋乡人传福音，查见我宣告受领的，得到头棒。谁受领？有关系的人，也无关系的人。上帝百姓去予撒旦去予歹掠去，成做一个无自由的人。那这个要安怎样？耶稣讲，伊来要传这个福音，受掠的得到逃亡，痴迷的得到搁更，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宣告主拯救伊的百姓的恩典的名。因为当我咧讲这个时，咱来去抢救、抢救，咱身边有真多。咱身边有真侪受忽略的性命，受忽略的长辈，受忽略的孤儿寡妇，受忽略的人，甚至人亲族都甲伊讲死你命，连亲族都唔知的人，我甲你讲，若是亲族唔知，咱教会甲伊讲，你的亲族唔知你，上帝关心你，教会要知你。当人伫外口走撞，当互外口的社会看见，迄个人受伤累累，流着目屎，咱要甲伊讲，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公司有伫你，但是上帝绝对要伫你。你是我要关心、疼惜、关怀的生命，像咱伫即款的信仰的内面。咱拄只，即个啊，酒锅内面的金牛唔对，即个金牛其实是迄个四章路加四章二十一章，唔是马太四章二十一章。即一个真水、真水、真水耶稣的话，耶稣读这个圣经，伊先圣经读了了后，耶稣家己啊现场的人讲一句话，讲今仔日。你所听见的这段经文已经安怎应验了？什么叫做应验？应验是怎读开的煞？应验是讲圣经上帝话怎样记载，然后受掉的书册、受掉的罗卜，努力爱学一个实现的证人面前，那个叫做实现。基督徒的圣经不是在读的，基督徒的圣经是在读的了后，然后英语有一句话叫做 practice， 通过行动来改变现存的事实，无好势。通过一群人的行动的过程，和目睭前一个真多无好的呢，怎得到改变，然后会变作上帝更加欢喜的世界。耶稣通过宣告，然后耶稣通过伊一世人的行为宣扬，通过伊的身家，然后互身边有真侪痴迷，你着搁讲，互歹脚爱行路，互信仰人有福音通听，互遐罪人，耶稣甲你坐斗阵。然后耶稣来讲，今仔日这个上帝国已经临到伫恁的中间，已经应验了。因为咱够可能，互咱的应付到位。真正通过你的一个电话，通过你的一个关心，通过你招人三甲，然后咱教会大家拢感觉是啊，真正有因我教会真好，因为电话厝内人互相关心我，竟然因我教会比我的子孙、比我的父母更加关心我的需要，愿因我教会伫当年即款的关怀资金，咱拢伫咧再灌去。上帝是在我们中间，咱当心记得。主，我感谢你。这世间真侪人对我讲：“谁理你啊？谁要你啊？”当一挂学生考试无好势，分数无悬，甚至爸爸妈妈生伊的爸爸妈妈，甲伊讲：“我不再爱你了。”
但是上帝啊，你无看我的分数，你敢若看我有真心啊无？你敢若看我有疼心啊无？你敢若看我要安怎样？你不断地咧疼我，就是我做罪人的时，就是我拒绝你的时，我唔捌字的你的时，上帝你拢找真侪使者来到伫我的中间，找耶稣基督为着我大声应许，是大声疼。大声付出，后来罪人才嚣傲起来。上帝，我永远到后边来学习这个精神，对个人的关心，到社区的改造，到整个台湾国家社会更加公平、更加正义，因为国家的兴旺在于公义，高举公义，高举上帝的真理。啊，我唔望这个世界，因为台湾人伫遐，台湾这个少，这个这群。会真正会当通过这么水的民族贡献这个世界真侪所在，因为伫日本拄到出那么大地震、大水灾的时，日本人就发觉，这世间竟然小小的台湾对因的疼、对因的支持上侪，照真侪世台湾人伫世界的故事，上帝，我唔望台湾会当贡献，我会当输出的，就是我疼人。我爱世界和平，我英国教会会当输出的，就是我将耶稣基督对我的疼，平平搁要捐出去给人。今仔日是关怀组织，关注伫我的中间，靠主耶稣的名。啊，这个时候，我想是分享的时间，咱来请第一个分享者，咱的志明就是。大家那上到了啊，那你会想就是过来。现在肯定好吗？如果你再快一点，那个八九的跑过来。大家平安。平安。我们老师就搞这种经历了。创世纪的已经十八章，上帝早早就甲咱讲，这个人家己徛起门吼。我这段经文，我这段感觉，可能上帝无干呐，伫咧这段经文内底甲咱讲，人啊，我的关系，或是配偶的关系。上帝佫做另外做一个人，是要来甲这个家己伫遐徛起的人。是要互人互相关怀，所以这个上帝创造人的动机是互相帮助，其实就是一个足重要上帝的恩赐，就敢若袂输那上帝甲人分一口气，互人会当喘气，会当呼吸，变得自然。啊，我今日。牧师叫我要起来讲这个时，我头拄仔就听一直想，为什么爱有关怀助人？嘿啊，平安年来无呼吸助人，也是喘气助人。这可能表示牧师甲咱的中情已经有看见着，咱这个教会搁较需要关怀，搁较需要每一个人爱付出关怀，搁较需要每一个人。这个关怀的时候，就敢若咱咧呼吸共款，迄个时阵，这个呼吸有当时啊，咱敢若一直舒服，一直舒服，敢若嘛无感觉是妥当的。伊一直舒服，你嘛感觉人袂讲足自然，袂足自在。但是讲你迄个呼气，吼，咱咧个气放出去，咱嘛敢若感觉嘛是袂足爽快。所以呼吸就是爱有舒服。阿妈爱托付，啊，这个关怀嘛，同款啦吼。咱嘛，敢若爱心人关怀，啊，咱嘛爱去关怀啦。所以这嘛是一种出家己。啊，伫咧咱的较固有的思维啦，拢会认为咱去关怀就是付出。其实咱伫咧这个关怀中间，就是讲是一种互动，一种互动。
我感觉我伫个教会内底，我会当看到足侪人，伊若会当付出关怀，伊个困难就继续上上。尤其我看到，咱那个受刑者，嘿啊，伊，我看到伊安尼为着要关怀人，伊啊，家己跳到外滑倒了，受伤去台中，迄个因查某囝遐受伤，但是伊无在遐。讲踮咧因查某囝遐继续住落去，因为伊认为足侪中华足侪人需要伊的关怀，这互我足感动啊！咱都拍好啊！这些关怀，是看到受刑者安尼付出，但是咱伫个身上，咱看到伊活啦。伫个做关怀中间，一定会了。我最爱甲人分享一个，我细汉的时阵，我细汉，其实我是伫大陆，伫台北生，啊伫台北大，啊我若休困、休热、休寒。我拢会来彰化互阮，伊甲阿妈住迄个旧馆又住彰化时间。啊，我定看着阮迄个砖头啊，有好歹代志，不管是松树，不管是树树，若办，若咧办道啊，啊是讲爱做一寡互相难缠的代志，我拢是对砖头甲砖瓦，大家拢。甲拢动起来，拢来互相斗帮助。尤其啊，看到迄办技术，是对砖头甲砖尾，甲因兜个桌啊，甲家因兜个椅啊，搬出来，斗阵来办技术。我咧想讲哦，啊，这种关怀，敢毋是？这种个个动作，敢毋就是咱即摆咧讲个关怀？就是甲。咱中间所发生的代志，咱这个中间有人有需要帮助的，咱拢起来来做干一件代志，安尼就是关怀。啊，我感觉这个一直我一直有感动。啊，我上大的感动是，啊，安尼对这个代志来看起来，其实上帝早就把这个关怀的文书赐予咱台湾人，赐予咱是坐伫咧看。这就是足足，因为你看到需要咱大家倒做一项代志，啊，咱大家拢来做，安尼就是关怀。所以伫只用这个多谢牧师啦吼，我有这个机会，咱直接甲大家分享一款的想法。啊，我嘛希望教会真正会当动起来，会啦。这个关怀主义是每一工的啦。每一个时阵拢属于他，是啊，关怀主流，咱今日在讲关怀，是每一个时间在拢属于他，你来关怀我，我来关怀，谢谢。今天啊，这边就是啊，在咱关怀互助的中间，伊传这组啊，真济哦，真多谢来啊，开箱就是。即马是安尼，咱彰化教会青年部会部长，大家平安，我是孙慧香，迄个名梁香，啊，大家拢叫我阿胖，对，一开始我是第一代基督徒，然后嘛是咱新家庭的孩子，因为恁爸蔡美惠阿姨，伊系甲迄个好印象的我，然后伊关心我，关怀我，听我。讲我的烦恼，因为安尼我看去青年需要互关心。青年康复组织内底，主要是针对大学生以上，包含在社会的青年。那组织当中有会长、有副的，吼，像拄仔好爸爸就是阮的副的，阿个无只。那伫个我做会长的时阵，因为看去少年人需要互关心，所以我就组织个关怀组。目前关怀组有分北区、中区、甲南区，然后阁有分区长，区长会去特别关心讲，即人需要上去关心，然后无论是讲因工作上的，还是学业上的，或是婚姻上的，我们都会特别去做关心，然后还有代祷。这次很特别，像是今年
大学生拄好拢伫台北读册，啊，中区的区长，北区的区长啦，宜平的就有新的，伊特别找一天去台北关怀遐个囡仔，就听伊讲烦恼啊，听伊讲袂适应啊，听伊讲哦好想家哦，那。其实我拢知影，阮个少年人有时阵袂甲遐个心事、甲遐个烦恼，甲阮个家长讲，即特别透过安尼个关系，啊，阮会当去了解讲，即个少年人伊即摆拄着啥物困难，啊，阮会当安怎去排解。那从阮个组织当中，若是少年人有啥物特别个状况，嘛会通报讲会长啊、辅导还是无只，阮来特别关心甲处理。即就是讲，搁一届邀请各位家长，然后邀请阮个少年人会当来参加团体。阿和团体来负责，然后喂养这样子。以上分享，谢谢。OK， 来第三位，咱来请李龙丁了，咱来代言丁了，来分享。你不同时，即马拢负责过劳，咱平安这个时间，咱过劳都有话题。各位平安，平安。我来分享华语等个代志哈。我要特别感谢关怀组今日所办的关怀村民啊！啊，我感觉关怀是逐天的代志啦，所以你华语站，哇，大家做热心啊，有17人去报名是训练，什么训练呢？幸福小组，然后3摆，第一摆是规天对9点坐到下晡5点，然后第二届是3天对。再是9点坐到暗时9点，3天我坐到屁股就痛。然后第3届也是规天啊，那上半年目的是咧关怀，啊关怀的对象就是梦到了。咱的牧师也是从学传道，然后去参加。啊，即摆转来就是开始啊组织的时阵，我实在是无经验，我嘛不知要哪组织，啊就想来甲你帮忙，啊真正伫关怀会当表现。啊，伫华语堂即摆聚会人数。差不多40几个到60几个人走来走去，啊，初心传道来了有增加，有较侪，有较侪嘛。啊，今仔日差不多嘛50几个，啊，但凡无论咱华语堂、台语堂，咱当上会祝福来得，咱努力拍拼，互咱教会成就。谢谢，多谢。真多谢啊！咱即个当工，大家人伫活动时所做，咱到底来读这段真要紧的经文，对无？啊 ，Mother Teresa， 啊，伊是世人伫印度所做，大概是南斯拉夫遐个人吧。他18岁去到伫印度献身伫遐，然后伊一世人差不多用这段的经文做伊一世人。替上帝做使者，服务需要的人。伊除了服务遐印度的人，并无其他因来信来洗礼，就是敢若讲每一个生命伫路边拄着代志，伊伫遐服务，伊伫遐帮助，然后伊伫遐有人看见。你睇，阮厝内人都无关心我，啥事你要怎话？伊家己讲，因上帝听你，我。关心你，我予真侪需要的人，因为伊，咱个全死伫伊个怀抱，一挂艰苦人感动流目屎讲，我活着时，我活着时亲像无人伫个精神，我死个时竟然死伫圣人个怀抱，啊！咱要来看这段的经文，咱对头到底用华语来读，好不好？啊，可以来。在人子作王，天使跟他一起来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地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为两群，好像牧羊人从山羊把绵羊分离出来一样。他要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然后王要对右边的人说：“门我父亲是福的人啊，你们来吧，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国度，因为我饿了，你
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流落异乡，你们收留我，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害病，你们照顾我，我坐牢，你们来探望我。那时候，那些义人要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看到你流落异乡而收留你呢？看到你赤身肉体而给你穿呢？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害病或坐牢而去探望你呢？王要回答：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既然你们为我的跟从者中最微小的一个人做，就是为我做。然后王要对他左边的人说：走开，受上帝咒诅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去吧，进到那为魔鬼和他的爪牙所预备永不熄灭的火那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流落异乡，你们没收留我，赤身肉体，你们没有给我穿，我害病或坐牢，你们没照顾我。这时候他们要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饥饿或口渴或流落异乡或赤身肉体或害病或坐牢而竟没帮你呢？王要回答：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既然你们没为最微小的一个人做，就是没为我做。我想最伫一个需要的人咧，甚至小小的一个动作，却是决定你这个人伫上帝面前，上帝今日的身份的品质怎样？愿上帝念伫咱，等下咱要分组，等下咱礼拜三接到了要分组，唔嘛，无一个都走好吗？除非有要紧的大代志，那无咱这个车，等下，我来请袁教授，等下我来做一个说明，咱这个时，咱来请袁教授，咱先来讲一下，利用这个时间。